咱这个先来想，搁要请邯郸爷来遮炸邯郸。因为咱本身咱嘛拢拜邯郸啊，啊是讲吼，咱今年吼要办咧，则是讲哎，咱生意嘛拄做起来，再愈办愈旺啊。嘿，啊，今年穿百五方咧办啊。穿百五方哦，啊，你本身有想要去咧刺激？有，我等下第一个。第一个啊。嘿，对吧？你今仔想要去寒丹？来，咱请。去老寒丹啊！去老寒丹啊！老寒丹啊！啊，这个有是什么喜悦无？哈，有下什么弯无？听嘛。有下什么弯无？哦，纯粹就去你听对啦。哦，明年要更好啦。老寒丹，这老寒丹。这里。Hello， 你即个奈想要去你骑寒单？哦，啊，就人生头一单，阿妹男子。哦，有许什么心愿吗？啊，有啊。嘿，本人是咧做生意的。做生意的，生意兴旺了对啊。我做吊车起单的。哦，贵姓？哦，我姓陈，陈吼。好。今天过来一点，那个要开Thank you.
边。好爽哦！拜拜呀。你顶过咧想啥？啊！想大家发财。哦，大家发财啊！哦，你够勇的呢，敢袂听？会啊，会哦。但是啊，顶过咧想啥？啊，都唔惊听哦。嗯。今仔啥物感觉？真歹啊！哎呀，我笑笑的。哦。要解运还是要哪？怎会徛叫？系啊，解运。解运啦吼 ，OK， 好。